特别想摆烂，但是现实又不允许我摆烂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？为什么人不能够分身？如果会引分身之术的话，一个我就可以去完成这项工作，另一个我去完成其他的工作，然后本体的我就可以在床上躺平睡觉，不闻天下事，美美的躺一觉。为什么事情永远都是做不完的？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的快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干，一天就这么荒废过去了。为什么代码那么难学？为什么代码总是报错？为什么实验那么难做？为什么别人的做的那么好，我的做的那么差？祝大家除夕快乐。一个人在实验室就是难免有点强迫症，就是要反复的去确认细胞腹腔的门我有没有关，然后电脑什么的有没有关，各个仪器什么的我有没有关，然后还要录个视频，然后来证实一下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关掉了，不然感觉回来之后真的会纠结这件事情。